哦，这一球带起来，在右外野方向的深远飞球往后退，小白球是一去不回头啊！周思齐这个时候炸裂了一发右外野方向的阳春炮，本季的第11轰出炉，扩大兄弟的领先，来到了5-1。今天的周思齐的境况真的是非常好。 昨天也是在中继兄弟里面，少数算是打得比较好的打者。嗯，今天完成了猛打。Hello， 各位粉丝朋友，看完影片后记得点击旁边的图案订阅频道。订阅完后呢，记得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每一个麦卡贝的精彩影片哦。